我的上帝啊！洗手不干，开个森林饭店也不得安宁吗？寄给豪森普鲁茨先生，寄给我和先生，是哪个混账小子寄给我的？ 小家伙写这么厚的书啊，足有10磅重啊！这是我，不像，一点也不像我，霍尊布鲁茨老爷。当年我霍尊布鲁茨老爷可神气多了。 啊！这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霍尊布鲁茨老爷来了，一点也不像我，霍尊布鲁茨老爷。 真像，真像我霍尊布鲁茨老爷呀！卡斯帕，快跑，快！抓住大盗贼！注意点儿，别妨碍我执行公务。嗯。 心情无言的疼，心已凝固，先生，请再来一次过去，请不知梦境。
这个玩意儿交出来。啊！你，我说过了，把这个玩意儿给我交出来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交给你？嗯，你是什么人？这样不讲理。老太太，难道你没有看见布告吗？啊，仔细看看。嗯，你就是大盗贼霍森布鲁兹吗？是啊，不错。赶快把咖啡沫交给我，不然的话我就要……啊，求求你别这样，这咖啡沫可不能给你，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他呀，一转摇把儿就能唱我最喜爱的歌，所以我也想要啊。转转摇把就会演奏歌曲的咖啡沫，我也想要啊。快，把它给我。嗯？嗯？啊，这就对了。给我坐到椅子上去，不许动。我走以后，你小声数数，一直数到999。为什么？数到999，你就可以求救了。少数一个也不行，懂了吗？懂了。要想骗我嘛，请别见怪。再见。数到999，我才能求救。啊，哎，我懂了。1、2、3、7、8、9，哦，我数错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我忘了进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佐比尔，快来呀！啊，那不是奶奶的声音吗？快走！奶奶，怎么了？奶奶，你醒醒啊！快醒醒！奶奶，不要紧，她是昏过去了。啊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奶奶，快醒醒啊！奶奶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们猜猜看。嗯嗯，大盗贼霍森普鲁兹来过了。啊，什么什么？请等一等，这必须要写案件调查记录。好，老太太，请按经过顺序报告吧，把发生的事情清楚的详详细细的讲出来。要是记不下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至于你们二位年轻的先生，在调查记录写好之前，请不要讲话，这是公务啊，懂了吗？懂了。才我坐在这长椅上正磨着咖啡，那大盗贼啊，可怜的老太太，愿她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吧。至于这位警官大人嘛，我的咖啡沫就这样被他抢走了。我的咖啡沫就这样被他抢走了。警官先生，我那咖啡沫还能找回来吗？那当然。找回来得多少时间呢？这个嘛，首先得抓住大盗贼霍森布鲁兹。可是现在还不行，还不知道他的藏身处呢。总之，那个家伙是很狡猾的。
已经有两年半了，都瞒过了警察的眼睛。可是总有那么一天，我要让他连咕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尽管这样，对我们警察来说，特别期待的也还是居民的热心协助。热心协助？这个嘛，也就是说，为了逮捕那家伙，一般的居民们都要帮助我们警察。嗯，那就是说，要是抓住了那个家伙，就算协助警察了。那当然，这是一等的协助。可是，你认为究竟是谁想参加这样危险的工作呢？啊？我们来抓大盗贼。不知道大盗贼藏在哪儿，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儿。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那家伙的老窝。怎么了？左佩尔，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，快走。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小心。左佩尔，钉上钉子。好嘞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疼，真疼，哎呦，哦，哎。黄金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，你别在这傻笑了，快去，快去把手推车推来，快去啊，快去，嘿嘿，手推车来啦，咦，来，哎，在森林里，有树又有花，没有告密者，也没有警察。我是个大盗贼，什么也不怕，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。我是个大盗贼，什么也不怕，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。你有树有花，没有告密者，也没有警察。我的呼叫墙加上呼叫面儿。啊去！坏时节呀，要连着这样，我只好改行去干别的了。干盗贼这买卖，说到底也捞不到什么，
而且还相当操心呢。哎，我这个盗贼多操心呢。啊，等了半天不是白等的。啊，是克斯巴尔。桶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注意黄金，注意黄金，注意黄金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大买卖来了，强盗运气又赚回来了。我这个盗贼好运气呀。举起手来，不许动啊。两位大总统，快跑吧，跑吧。我呀，只要这玩意儿不跑就行了。黄金，黄金。定死了的？当然了，里面装的是黄金嘛。打开瞧瞧吧。不，要紧的是赶快从这儿逃走。说不定啊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。什么？我怕警察？哼，没有的事儿。我是大盗贼霍森布鲁斯老爷，警察算什么？哼，去你的！不过还是当心点好啊。可真有点可怜。为啥？那么重的桶得一个人扛老远呢，要没压成平板脚就不错了。哼，那样的坏家伙让桶把他压瘪了才好呢。哎，你别忘了，他是大盗贼，是他抢走了奶奶的咖啡沫。什么黄金呢？我算是什么鼎鼎大名的大盗贼呀，居然被两个小孩子给骗了，真是个糊涂虫，老混蛋，老不死的，不，小混蛋骗了我了，耍弄我呀。去你的。小混蛋，我找你们算账去。糟糕，糟糕透了，顺着这条线他们就能找到我的老窝了。两个小东西，你们会得到报应的，我得让你们记住。可恶啊，可恶。等一等，我们得化化妆才行啊。化妆？当然了，我们必须得让大盗贼认不出来。嘿嘿，那我们从哪儿弄来化妆用的衣服呢？我把我的帽子借给你，你把你的帽子借给我，那这样就算化妆了。当然了，你看正合适吗？是吗？哎，嘿嘿，真不坏，现在谁也认不出你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奇形怪状，要是奶奶看到你这模样，马上又得昏过去喽。哈哈，嘿嘿，这就好了，大盗贼准认不出我们来了。好，走吧，走。
怎么了？两条到了中间，肯定有一条是假的。可哪条是真的呢？我们只能分头走着试试看了。好，那你往左还是往右？那我们猜钱币来决定吧。哎，卡斯帕，我往左走，你往右走。行，好好干，左片。哎，卡斯帕，你也好好干。再见。哎，小东西，要让我等多久啊？是卡斯帕尔，我把你捆得结结实实的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啊，这一下知道我霍森布鲁斯老爷的厉害了吧？哎呦！哎呦！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，尽情的打喷嚏吧！啊，爱打多少就打多少。我去！卡斯帕尔，你好啊，欢迎你到我的老窝里来做客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啊！请你保重，卡斯帕尔。啊！我不是卡斯帕尔，我阿嚏！啊，对了对了，你不是卡斯帕尔，你是皇帝对吗？啊啊！告诉你，我不是卡斯帕尔，我是佐培尔。啊，懂了懂了，你是佐培尔，那我就是警官登佩尔莫子，是吗？啊！我不骗你，我真的是佐培尔。胡说，你要再骗我，我就拿拨火棍狠狠地揍你一顿。你这小东西，嗯，铃声你听见了吧？啊，铃声响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你的好朋友佐培尔往我的陷阱里咕咚一声掉下去了。啊啊，怎么样，吓你一跳吧。现在我要去把佐培尔领来，在这期间你给我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是不是卡斯帕尔。哎，佐培尔，佐培尔，你，哎，佐培尔，你的脖子好像没摔断吧？啊，霍森布鲁斯叔叔来救你来了。我问你，你想从这儿出去吗？啊？听着，按我说的做，看见没有？钻到口袋里去。钻到口袋里去？对，钻进去，这样我才能救你上来呀。哎，磨蹭什么呀，快点。嗯，别忘了你的帽子。哎，啊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我的小机灵鬼，哈哈，这下上我的当了。这回就能弄清楚你们俩谁是卡斯帕尔，谁是佐培尔。嗯，你的帽子就能证明你是佐培尔。嗯哼，哎，我是佐培尔，怎么样？
其实叔叔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了，我叫左佩尔，他叫卡斯帕尔。左佩尔、卡斯帕尔，你们想偷偷的侦查我，结果反被我给抓住了。我可以切开你们的肚子，拧断你们的脖子，可是我没那个意思。那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你，卡斯帕尔，让铁链锁着，留在老窝里给我干活，让我也尝尝当老爷的滋味啊。还有你，左佩尔，我要把你卖掉。啊，卖给谁？谁？我的好朋友茨瓦凯尔玛，一个坏蛋魔法师。啊！我还是我，鼎鼎大名的大盗贼霍尊普鲁兹老爷。不过那两个小家伙从这以后可是吃尽了苦头了。